大本想考中央戏剧学院，却在父母的劝说下转而投考天津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，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。大一的他参加了大学里举办的歌手大赛，并获得本科生部第二名的成绩。同年参加了研究生部歌手大赛，并获得冠军。参加了 KBS 主办的 K-pop 世界庆典中国赛区的歌唱比赛，并将韩剧《拥抱太阳的月亮》的插曲《时光倒流》获得总冠军，被节目组的导演看中，之后被推荐签下了韩国的一家经纪公司，正式开始了自己韩国练习生。真的生活在韩国正式出道，他就是张碧晨。之后由于韩方经纪公司屡屡违反合同，被迫解约。张碧晨自曝在韩被虐经历，一天只能吃一顿饭，各种看人眼色，身体还曾留下过严重内伤。2014年回国后的张碧晨参加了《中国好声音三》，他嗓子严重充血，却依旧很练习。在现场，他的声音里透着吃力，但却努力让自己呈现出最好的状态。张碧晨这两年可谓是各大电视机主题曲的宠儿，堪称新生代女歌手的典范。如今更是红遍歌坛的史上女神。之前张丽颖、张丽晨同框，两人上演神同步。作为实力唱将的她，不仅人美歌好，更重要的是音品味真的非常棒，在歌手里面也是常常盛装出席，小编也是被惊艳到了。张碧晨一袭红裙，像这样的颜色算是十分难驾驭的单品了，不够花飘不够白的话，很容易将人显得又矮又臃肿。张碧晨不仅选择了比较不会出色的基本款，而且不显得过于繁重，去掉了所有的配饰，一切从简反而很美，女神真美。张碧晨被称为歌坛禁欲系女神，身穿红裙搭配高跟凉鞋的她，歌声比颜值更甜美，穿搭更是靓丽迷人。无论是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的主题曲《凉凉》，《青云志》里的《时光笔墨》，还是《花千骨》主题曲《年轮》，随便一首都足以让张碧晨迅速提高知名度，人美歌美。